搞什么鬼？那你让我怎么解释？我从没给你一个合理的身份吧？难道我说你是仙子给我派过来的古代人啊？大丈夫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你没听过吗？我听过，我知道，可是我已经说出去了，我怎么改？改成熊小五弟、小熊无敌、小熊无敌，好像还行。是不想活？哎，妈，你们俩干嘛呢？过来吃啊，来，先吃啊，我再去弄点水果。这个菜太牛了。吃啊。你不觉得它有点……想吃自己夹。这菜好吃吧？嗯，好吃，阿姨。来吃点水果解解腻，这个呢是男性最爱的橙子，一定要吃啊！嗯，我再去整理一下。好，你们先吃。不吃啊？你这么挑食？不吃橙子的，这味道怪的。妈，啊，那个刀是不是切完辣椒没洗啊？我又忘了。哎呀，我给你们倒点水啊。啊。来来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岳阿姨，你没事吧，小熊？我没事。啊，怎么样？好吃吧？这菜特别好吃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你多吃点啊。好。小熊，你们家住在哪里啊？我就住在对面。这个对面啊？他。刚过来没地方住，我就把302租给他了。啊，那是他爸爸留下来的，很多年没人住了。我们收拾出来，本来想是出租的，你已经住进去了。是啊，效率挺高啊。不是，你平时做什么工作的？他，我没问你。啊。我平时做帮助他人寻找爱情的工作。我知道啊，相亲顾问对吧？那这方面你可得帮男星好好参谋参谋，如果靠他自己啊，肯定是没戏了。妈，那个菜好像糊掉了，你要不要去看一下？哦，对，我去看看啊。嗯，赶紧走。嗯。